今天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从世间的一般的人的角度啊来看，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有生有灭，有脏有清净啊，有垢有净，也是啊有增有减的。所以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贪生怕死，把生与死看成两回事。宗教徒们呢会厌倦人间而祈求啊升到天堂去。我们的佛教徒啊要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要求消灾免难，增福增寿。第二种层次的人呢是希望自己能够啊悲之双运呢、啊、而将来能够啊成佛。这都是站在凡夫的立场看的。如果站在大菩萨的立场或者是佛的立场来看呢、啊、没有这种必要。所以佛国净土在哪里呢？佛国净土既不在西方、东方、南方、北方，也不在啊我们的人间。那究竟在哪儿呢？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六祖坛经说啊，东方的人要求生西方，那西方的人要求生哪里去啊？这并不是否定西方净土，而是说不要把说来呀、啊、去呀、啊、或生与灭、凡与圣呢、啊，把它分成两极来看。诸位还记得吗？广清老和尚临终的时候讲的两句话，诸位还记得吗？讲的两句什么？无来无去，无代志。那也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如果有了般若的智慧，就能够看到有而就是等于是空，看到真也就等于是虚妄假。不仅仅是世间的现象是如梦如幻如抛如影，就是成了佛的功德也不能够执着，那才是就是大解脱和大自在。我们在看世间的一切万物啊，从统一的角度来看的话，生和灭这是一样东西的两种形态，垢与净呢是一样东西的两种体会，增与减呢是一样东西的两种衡量。所谓生与灭是两种形态，很容易懂啊。任何一样东西出现，这叫做生，然后到最后是怎么样啊？就不见了，这叫做灭。任何一样东西都是不能够逃过啊这个定律，有生一定会有灭。还有清净和不清净呢、啊、这同样的东西你在不同的心情来体会的话就是啊不一样的。有一次我看到有位年轻的妈妈在替她的刚刚出生没有多少天的婴儿啊在换
换什么尿片呢、啊？换什么？那尿片上也有大便，也有小便，样样都有。另外的一个人看到说：“啊，好脏哦，好脏哦！”这个妈妈看到了以后啊，好高兴。她说：“啊，她说我的宝宝啊，又改了大便的啦。”她好高兴，好像是这个宝宝不是改的是大便小便啊，而是改的是黄金美钞一样。她一点也不觉得那是脏的，因此统一的角度看呢、啊。没有什么脏和不脏的东西，真和假呢也是一样的。我们呢，把这边的泥巴搬到那边去，那边的泥巴搬到这边来，这个就是在地球上搬过来搬过去，究竟是有真还有假呢？没有真，没有假。有人说啊，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人口越来越多，就是增加了。我说，在宇宙之中啊，众生并没有增加，因为有其他的他方世界啊的众生移民到了我们的地球世界来了，所以我们在人口增加。就好像纽西兰呐、啊、澳洲啊，还有什么地方啊，人口很少，结果现在我们好多人呢移民到那些地方去了。在从地球上来讲，这移过来移过去都在地球。如果从宇宙的整个的一个众生界来说，并没有增也没有减，这是说他到的地方换了。如果从超越于对立也超越于、啊、统一的立场来看呢，既没有一，当然更不可能有二，这个是哲学问题。在西方的哲学也好，宗教也好，他讲到最后一定是有一个一，而在佛法来讲啊，讲不一不二，不一不一，就是既不相信承认是有一个一，也不相信说没有东西。一和二、啊、根本是同样的东西，有一一定是有二，没有二你怎么知道有一？所谓成为一一定是有二，所以在佛法来讲啊，不讲一也不讲二，这就是啊，叫做什么？叫做无。还有一个什么字？心经讲那个什么字啊？啊，空。我们现在呢，从心念的一个例子啊，来解释这三句话。不生不灭呢，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心中以不会生起烦恼的念头，也不用来迷除烦恼的念头。不垢不净呢，是指面对着万丈的红尘，心中却不以众生的烦恼心为垢，垢的意思就是不清净，也不以诸佛的智慧心为净。那不增不减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在修行佛法的过程之中啊，既不是为了增长智慧，也不是为了减少烦恼，这个是已经呢、啊、超越了烦恼和智慧的执着，已经是得大自在的人才能够怎么说。我们不是圣人，但是不妨啊来学习模仿圣人的呀、啊、这种心怀。现在我们往下讲，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这是什么啊？实际上就是讲的五蕴
没有五蕴。在前面讲五蕴皆空，这个地方讲空中没有五蕴，以空的现象，空有没有现象啊？空应该没有现象才对，对不对？事实上佛法讲的空是有现象的，以空的现象来看五蕴，五蕴就是空。可是不要上当，五蕴虽然是空啊，运作还是要照常的。凡夫呢，用五蕴来造业，造善业与恶业。菩萨与佛用五蕴来做什么？用五蕴呢，来修道，来度众生。现在往下讲，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为触法，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我们人的生理的构造组织叫做六根，再加上呢我们的身体和环境呢相接触的，那个环境叫做什么呢？叫做六尘。六尘和六根相夹叫做什么呢？给它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十二处，或者是十二弱。弱啊，是进入的弱，出入的入，处呢是到处都是的处。为什么叫做处或者是弱呢？处啊，就是着力点。什么着力点呢？是造一修行的着力点，造一的着力点是它，修行的着力点也是它，这个叫做处。入呢？入啊，是你的功德的门呢，就是啊，从功德的门路啊，就从这里开始。而我们造业作恶的门路呢，也是在这儿开始，所以叫做十二种入口。诸位有没有听到说六根不净呢？就是指的说啊，出家人犯戒了，说这个和尚是六根不净，有没有这样子看到过啊？小说里边和普通的一些报纸上啊，过去很喜欢这么说，但是真正的要做到六根清净呢，是要到心经所说的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还有呢无色声香为触法。为什么？就是啊，六根不再造恶意，这才是叫做六根清净。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讲，谁才是六根清净的，你们知道吗？只有大菩萨才是六根清净的。如果自己不觉得自己是大菩萨，那就是六根不净。你们是不是六根清净呢？没有。所以不要随便说人家六根不净，自己本身就是六根不净。没有一个人是六根清净的。为什么？眼睛耳朵听了以后心里起烦恼，这叫做六根不净。现在我们要看六根六尘，仅仅是六根六尘呢，它不能够产生作用的，一定呢要加上六色才能够产生呢功和过的行为。加上六色呢，就变成了十八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六尘是我们的身体的官能呢
所接触到的环境对象。六识呢，是啊，由我们的身体和外边的环境接触之后产生的心理的行为反应，这叫做六识。我们下边要继续的来看经文呢，要把十八戒全部标出来啊。五眼戒乃至五意识戒，戒的意思啊，是区分的范围。人类生命的条件呢，简单的来说叫做五蕴，详细的分析来说呢，便是啊六根六尘六识的三类，一共十八相，叫做十八戒。戒的意思是啊，每一个部分有它一定的定义，有它一定的功能和啊有一定的呀、范围，这个叫做戒。现实的人生的生活形态呢，就是由于啊我们自身的六根接触到外境的六尘，产生了六识的反应，由六识的自我中心向外攀援六尘境界，反而就被外边的六尘境界所诱惑，而产生了取舍等等的问题，而引起自己的呀苦恼。如果以般若的智慧来看人类身心的世界，人类的身心世界原本呢无常，原来是空，所以也没有真实的十八戒。我们的肉体又叫做色身，是本来不存在，将来也不存在，现在暂时存在，天天也在新陈，还有什么代谢，所以不是啊永远的存在，因此叫它叫做空。无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啊六尘戒。这个六尘的意思啊，色是眼睛所接触的，声是耳朵所接触的，香呢是由鼻孔所接触的，味呢是用舌根所接触的，触啊是我们的身体，整个的身体接触的。一个法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很难了解。法的意思呢，是形象的符号。符号啊，一二三四五，这个数字的符号，算不算符号啊？算符号。好坏，这个是不算，这个两个名字算不算符号？算符号。语言算符号，观念算符号，这些符号都叫做法。请问诸位，法是不是有正法有邪法，有吗？现在我在说的佛法是正法还是邪法？正法。但是有一些呢讲的似是而非的理论，能够哗众取宠的一种啊言论，看起来非常的有道理，结果呢是啊自害害人。这一种是正法还是邪法呢？邪法。这个是用什么去接收，什么去了解呢？是用我们的下边的哈、眼耳鼻舌身意的意啊去接收它，意根接收它，意识去理解它。所以我们只要弘扬正法，不要
批评人家说这个人是邪法，那个人是外道，不要这样子讲。无言而必失身，一六十戒也没有，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六根和六尘相接触的事实，六识就不会产生作用。就好像是说，眼不见为净，耳不闻为净，眼睛没有看到任何的颜色，耳朵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心里会不会产生什么样的事啊？不会。所以是对于耳色来讲就不起，对眼色来讲也不生。但是不执着十八界，也不要离开十八界，那才是真正的空。十八界可以用来造业，又可以用来做什么？修行。谁用的来造业啊？凡夫。谁用它来度众生呢？那我们呢，应该要学习啊，模仿菩萨。虽然自己是凡夫啊，少造恶业，多积善缘。